前议员简景贤为第二选区所选出来的议员，长期关心地方时事，如今第十八届议员任期将届，但简议员服务热忱不断，将扩大服务范围，服务民众。今天非常感谢哈，咱足济啊，所有的干警系团队哈，隆重出来来甲收听哈，啊，会当安尼顺利来完成这个登记哈，啊，这就是啊，警员的会用讲使命开始哈，啊，跨出的一大步哈，啊，我一定会认真拍拼哈，啊，来为咱草屯镇来服务哈，啊，做上好咱的这个草屯镇的镇长哈，啊，伫遮感谢大家十六年来二十四小时隆重的隆的服务哈，所以讲大家拢看会到啊，警员是。中国国民党为提名诶，即个候选人吼，伫遮要恳求大家吼，为伊支持吼，甘景贤，我一定会认真来回报咱草屯镇民。县议员简景贤感谢林明真县长及立法委员马文君的支持，希望能够集结大众的力量，打赢这场选战，持续为民服务。尤其搁感谢咱真济啊，咱的国级的民代表、县长、立委，所有啊，足济吼，咱的议员、代表、里长，拢总来收听吼。啊，今日会用讲是啊，足济人吼，拢来啊，关心阿贤，来甲阿贤支持吼。啊，我一定会认真，搁较拍拼，来伫八啊十一月二四日，会当安尼吼，顺利来当选，啊来啊服务咱全草屯镇的镇民。希望简景贤议员在未来能够持续秉持为民服务的精神，也恳请乡亲支持。记者廖永胜草屯采访报道。